行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然后今天继续玩小影哥啊，喜欢我们频道记得追踪我 IG 跟 FB， 记得到 YouTube 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。好，我们先学斗琴，因为现在有加成中。好，先做中秋彩釉吧。可是来帮忙彩釉的，太好了，你看上去是有修养的些。喂，你过来，你们两个就一道去吧。阿猴，你可不行再出纰漏啊，尤其是不准偷吃，这是本商人可会好好检查，以免今天弟子用餐时发现采摘回来的柚子又通通都是空心柚子皮。至于你，我跟你讲怎么着，快去快回，否则柚子可会不新鲜。一路上的焦山，就遇到玉镯的道痕师傅所谓提起的岔路。嘿，我上回可没注意到这边的岔路，旁边有路牌，让我瞧瞧。梨枝猪卵山葫芦是谁这般的闲？求这些咬口的名称，师妹你说我们要走哪条？我们哪知道，随便啦，山葫芦。这些是葡萄吧，看来走错了呢。猪卵，走对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。树上结满了硕大的柚子，大部分已成熟可以采摘。好了，师妹来挑柚子吧，这些柚子光靠我们可带不回去。你可知怎么挑？我上次都专挑大的，但有些又干又老，甚至有些很涩，所以这次换你试试看吧。像是那两个一样大柚子，可要挑哪个？一样大柚子挑哪个？重的吧。这真的比较多汁好吃呢。那这两个不赖，形状不一样的呢？短的、长的，短的。那外观一样的呢？松软的吧。哦，不能选松软的哦。师姐，道痕师傅说，呵呵。不过这时间的确差不多，还是多少拿几个回去交差吧。不然不知道他又要留我百草炉睡念多久，这可不是我想过的中秋节啊。带着柚子回到莫名楼，怎么那么久？我得好好检查检查。行吧。这几颗都不错，做得好，辛苦了。这些是给你们的奖励，另外这是给你们的，收好吧。道痕师傅，你快要把我们采回来的柚子都检查完了，说什么呢？这可是我身为副阁主的责任之一，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哪能懂？快去习练武艺吧，还待着干什么？好，师妹奏我这曲优柔淡雅，挺漂亮的，不如我们合奏一曲吧。不过我这手边只有一笛，所以你也只能选择一首可以笛演奏之曲哦。哇，我选哪一个？好，梅花三弄。这已经超过小品的规模啊！它不只有第一年呢，它后面有几年还不知道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中秋彩釉，再做一次。好，这次我们选梨枝，看是什么。OK， 好，这我们选猪卵吧。然后这里他问三个问题，然后选相对重的，然后选短的，然后选按起来结实的。师姐可别吃啊！哎。这你就不懂，那我先试试看，怎么知道哪个甜哪个涩呢？我这可是为阁中弟子先行把关啊，我带回去的保证甜。不过这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还是多少拿几个回去交差吧。OK， 这边 OK 啊，获得的东西一模一样哎。这次传输任务不是很好。好，我们来做这个古乐轩作画，决定。
啊，小天爷好乖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哎，灵狐人的头像都不见了。你果然舍不得解决我的请求，被晾在公务栏上无人搭理吧。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几位是燕虎、玉虎、蓝虎和怎么咱们可爱的小灵狐妹妹。这几位大姐，小姑娘，人家亲这么会说话，灵狐姐姐真是教导有方呢。原来小影阁里还藏着这么娇俏的可人儿，难怪灵狐姐姐喜欢的紧，舍不得回这里管事了。哎呀，这什么话呢？我虽然不能时常往寨中跑，但是对寨中前面哪有一点疏忽了呢？小灵狐，你瞧你这燕狐姐姐，竟然说我的坏话呢，你可还不替大姐说句公道话吗？燕狐姐姐，你明知和燕狐姐姐讲的不是真心话，又何必这样试我呢？小灵狐小小年纪就这般伶俐，恐怕不出数年，姐姐我寨主位置都要给你夺去了。我的好姐妹，你要吵嘴也先等画像画完吧，别把这位少侠晾在一旁啊。哎呀，这倒是呢，小天你啊，这回请你过来就在那要让你为这位商民大姐姐作画，为了潜入京城一副富商的宅邸，他们需要一人一幅精美的画像，只要画得够美，免得那么却凭重选，就能装作武技正正当当地走进宅邸。听说那名富商爱花成痴，就请小天你在画中以花为衬，描绘出他们各自独特的风情吧。至于小灵狐呢，他不过是趁着这个机会趁姐姐们出来溜达的，小天你就让他在外边玩吧。这怎么成？既然听姐姐要作画，我自然要在一旁好好观摩一番。亲爱的小姑娘，可要把姐姐画得好看一点呢、啊。燕狐姿态大方，妆容华贵，要搭配哪一种花朵？牡丹。小姑娘，姐姐们究竟能不能潜入那富商宅邸，全看你了。娇羞柔美。我靠，好啦，选桃花。端庄雅致，水仙。哎呦，三位大姑娘的时间都抓得恰到好处，搭配的花儿也都相当合适，这么贵的小天灵。既然小天灵这么爱画画，这就送给你吧，作为姐姐们的一点心意。这红山琥珀是由珍贵的宝石研磨而成，可是相当稀有的色料，小天灵要好好珍惜哦。天灵姐姐，以后常来我们这里做客，顺带教我画画吧。好，佳期。修炼好了，锻炼，然后选灵巧。好，我们先来做三兽四虐之二。定，天尼儿，你愿接下这份差遣吗？嗯，我是看你胆识过人，应可胜任才是。如榜上所写，庐山湖畔近日除狼群之外，还有巨熊出没，让捕鱼为生的村民不敢再去。我希望你做的事，便是前往湖畔喝阻熊群，别让熊群继续接近村民的生活范围。此行去野兽对敌，状况或将凶险，我也是建议早上几名伙伴一同前往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。去吧，万事小心。楚天兵建议此行可早上三名伙伴一同前往，要找谁呢？三名哦。狼飞皇这次不要，这样。这样，可是陈阳都不讲话啊。好，这样决定。好，总算到湖畔，不过连一只熊也没看见，会不会是怕咱们全都躲起来了？熊的身影这么巨大，应该是不会看到的，再往前找找吧。此地已经是野林深处了，说不定在这待一会儿就能见到。救命啊，附近有没有人啊？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80个孩子要养，怎么可以死在这荒野？各位少侠，你们来得正好，快来救救我啊！
哎呀，那位大哥被熊攻击了，他看起来手无寸铁，怕是撑不了多久，怎么过快赶过去看。嗯，这种要紧，我们快过去吧。注意别让菜狗子阵亡，并且操纵菜狗子前往逃脱点吧。菜狗子，狗子，我来了，狗子，狗子，你有血有488滴耶，好强哦，装甲把式。好，要怎么走？走这里。我可以知道他一共格数吗？不知道。好，反正我们是要保护他就对了，全员进攻。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没有战斗画面？气死我了！让飞往左上面好了。又有一只，我跑好快啊，是怎样？只要击败熊王，两只巨熊便会逃跑。论先击败巨熊，再击败熊王，双兽之患便解除。哦 ，OK， 所以我们额外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干掉。OK， 我知道了。也就是说，熊王是黑色的那一只，黑色这一只。然后先把这两只干掉之后，再干掉它黑色的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野兽之患，奖励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来吧来吧，我看一下他们状态是多少，土都土吧，属性都是土。OK， 好像飞黄走太慢了啦，狗子快跑啊狗子！我们先打这只好了。土属性的话是用木刻字。OK， 去死吧！嘿，轻松轻松，被打死不会掉好感度。不会，不过也不要让他被打死啊，因为他可以帮人家补血。我们的乖乖，这只小狸熊的乖乖，哦，闪掉了。好，我们踢你，我踢。对啊，夜狗子抵达逃脱点并击败所有巨熊。好，就这样。王飞黄呢？飞黄，狗子不会死的，我帮他补血了。我只怕狗子到逃脱点那边又有熊跑出来。耶，去死吧！哼，轻松啊，我主角已经很强了，击败两只巨熊啦，只剩黑熊王，哪命哪呀！南非皇要抵达战场啦，南非皇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姗姗来迟啊！狗子快跑，乖乖一起跑！好，啊，南非皇来了，啊，好烂哦，这攻击力。
我反击。这款游戏好像不能带熊胆，好像没有熊胆这东西。哎，搞不好会有。狗子快跑，狗子！哦，是蛮痛的嘛。OK。OK 吧，各位 ，OK 吧，这样 OK 吧，轻松嘛，谁啦？击败凶王，太好了，把熊给击退了，哈，这就是我飞黄大侠的实力，哈，你没帮什么忙啊？好了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回上下村向村长报告这个好消息吧。耶，掌声胜利。击败啊，对，击退熊群之后，三峡村民无不表达感谢之意。今后的吴老山应会平静许多吧？哎，等等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我先让小狗子离开，对不对？我才能击败巨熊。啊？咦，上回那位睡倒的同门没有来吗？姐姐，我上回课后跟他聊了几句，似乎他想装赢的并不是腿法，少了一个俊俏的小哥，姐姐还是有些难过的呢。原来如此，现在咱们刚开始不久，各位可爱的徒儿念起来若是力不从心，可要赶紧和姐姐说哦。啊，不过对两位日夜上中的小可爱来说，肯定是驾轻就熟，小菜一碟吧。是，灵狐姐姐，我没问题的。本姑娘胸有成竹，可不是仅仅驾轻就熟的程度。很好很好，姐姐我很期待你们课堂上的表现哦。其他小可爱们，像这边的小千灵啊，小天灵啊，姐姐有好好看着你们的哟。千灵师姐，一起姐，今天快努力吧。今天要传授我们这一式，唤作静影成壁。哦，今日传的是这一招吗？好厉害的阳气连环烧腿，小仙灵，你来说说，连同上回传送你们的浮光耀金，这两次出自何处？说的是些什么？是，浮光耀金静影成壁，出自于宋朝范文正公所写下的名篇《岳阳楼记》，说的是月光照映着洞庭湖的波光，闪烁耀动，雪白皎洁的月影，宛若沉在水底的一块玉璧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我还倒是什么跳上跳下，什么影子沉下去的。千年师姐果然饱读诗书啊！哼，总归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这点常识都是答不出来，可要一笑大方的。很好很好，小千你答得很好。浮光耀金的要诀，便在这身法灵动，若芒光闪烁。而这静影成壁嘛，自然要像一块沉甸甸的玉璧一般，稳扎于地，连环扫堂。扫腿不行，要快也要够稳够力，否则半人没半着，自己反倒给对方抓住了把柄，可就十分滑稽可笑了。那么可爱的徒儿们，今天让姐姐看看你们认真锻炼的样子吧。真变态这个师傅。由于熟练的浮光耀金一个时辰下来，练得颇为得心应手，灵狐师傅更加欣赏你了。这几下扫腿倒是稳扎稳打，乖田灵儿，姐姐方才说的都有听进去呢。一起姐掌握的真快，田灵师妹踢的真不是不错。姐姐，师姐要加把劲呢。那个鲶鱼蛙儿头一回练，被领悟到这个程度，倒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今天就练到这吧。瞧着小可爱们气喘吁吁，流了一身汗，姐姐我也是心疼呢。哎呀，差点忘了说，下回的课堂我们会来做个实战演练，大伙可都要认真修炼，下回再让姐姐瞧瞧你们认真又苦恼的表情哟。哦，小的身体这么巨大，应该是不会看漏的，
再往前找找吧。此地是野林深处，说不定在这待一会就能见到。哦，陈勇讲话了，前方。救命啊，附近有没有人啊？哦，这边一模一样。哎呀，那个大哥被熊攻击的。OK， 好，一样。感谢各位侠影阁侠士相救，今天大恩大德，无菜骨子毕生莫齿难忘。但这里的凶险还是让我先走一步，回匡君庙说说金仙，各位后会有期啊。OK， 逃离战场。好，我可以专心打他了。哎，太近。好，乖乖不就范，超烂的，超烂的攻击。好，陈勇要放飞羽什么？陈沙曼，来，霞光万道。啊，招架，啊，休息。陈庸在一级，陈庸攻击力蛮高的哦。好，解决。哦，太好了，法雄击退了。好，陈庸还是不讲话，讲话会死是不是？好，得到护心镜一个，为了这个护心镜720块钱。好，先修炼这一招白令破金山。好，下旬还有两天吗？应该是来得及吧。338剑法，腿法，灵巧加四哦。哦，一样先学这个。哇，又浪费一段时间了。那没关系，我跟他一起去。我与钟姑娘临时起意，决定一起去长青阁看书。一个人闲暇有空的话，也欢迎加入我们。应该够吧？好，一起去。嘿，跟红红姐姐一起读书真好，随时有问题都可以直接请教。钟姑娘，别这么说，读书研读难免有盲点，你们方才的见解也让我获利良多，所以与其说是请教，不如说是我们一同研究讨论，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很高兴。哎呀，那是近一年了，红红姐姐还是一样谦虚呢，面对我跟天音姐姐实在不用这样啊。小红红果然在这里。哇，金靖宇看腿啊。啊，是你红红姐姐。咦，宁文姐姐竟然来到长青阁来，难道师父私底下也是爱书之人？哎呀，小露西说什么傻话，那些衣服的东西与我何用？姐姐我在道上打滚靠的都是江湖阅历，姐姐我这趟是专程来找小红儿的，转交段大侠的来信，爹的信。这题字确实是爹的笔记没错，多谢宁文姐姐。不过爹的信怎么会在灵火姐姐手上呢？这封信是一名白狐在姐妹托我交于你的，他前阵子至四川办事就被你爹找上了。依他所说，你爹竟然有意隐藏行踪，就连一般驿站驿子都不愿接触，因此直到这名姐妹抵达四川，你爹认定他为可信赖之人，才托他将这封信带回江西。原来如此，在这之前数月未得音信，我还有点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。你放100万个心吧，
凭你爹那身功夫，天二的意外也不见得伤他的分毫。好了，任务已了，姐姐我带悟空这种无声气的地方先告辞了哟。你会解放上走。红文姐姐信中写些什么啊？红文姐姐，哦，给这边念过了。爹说他一切安好，而且已掌握了那恶徒的动向，或许在数月之内便能做个了结。那恶徒原来洞道侠是在追击某个亡命之徒吗？是的，那恶徒原是无声教主手下一等一的高手，却又出卖同党，在回焰峰之战中侥幸脱逃。其实爹当年离开侠影阁，正是为了找出这名恶徒的下落，至今也将近16年了。咦，就为了打一个人离家这么久啊？烂人这样这么可恶，非打到他不可。武功高深还在其次，听说那人阴险狡诈，又以祸患人间为乐，至今不知伤及多少 无辜良善。爹本身是嫉恶如仇之人，又与那恶徒有些私仇，若不斩草除根，我想爹必绝难以自处吧。啊，女主的脸就长这样。我要选哪一个啊？我选一好了。一姑娘，谢谢你，爹为民除害的决心，我也向来还是敬佩。既然爹有把握，这回应当擒住那恶徒才是。到那时，爹真的回侠影阁来了。这么说来，红文姐就快跟爹重逢了，真是令人期待啊！嗯，我也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，到时候也让我介绍一姑娘、钟姑娘和爹认识吧。当然好啊，那可是我们荣幸啊。若不是段大侠当初留下的侠影令，我恐怕无缘拜入侠影阁，得好好向他道谢才行。嘿，天影姐姐应该不知道，我跟段姐姐有一段这渊源吧。说认真起来，红文姐姐的母亲可算是我大师姐呢。我娘生前是日月山庄的旁系弟子，而现在担任庄主的名誉缺名庄主师叔同门，交情甚好。也是因为这一线缘分，让我爹结识了明庄主，这才开启了下一个和六月上庄的友好关系。虽然碍于嫡系武学为师传家学，六月上庄仅答应以旁系武学旁系子弟与下一个进行交流，但是段大侠仍预留一枚下一令给我爹，想要转交将来有心拜入下一个的嫡系弟子。若不是这样的契机，我恐怕就不会拜入下一个，也无法认识红文姐姐跟天人姐姐了。虽然是我爹娘牵起的缘分，但钟姑娘能通过阁中考核成为正式弟子，靠的是仍是自己的努力。冬教的日子也逐渐接近了，钟姑娘、一姑娘，我们一起努力通过今年最后的考验吧。嗯，我也会全力以赴，就不辜负关大侠给钟家的侠野令。好，好，全长基本修炼加8。拜托啊，十月底千万都不要有时间。好，特别修业医术。欸，这不是医师妹吗？你该不会是看着医术的榜文才来找师姐的吧？医师妹有心学习医术，师姐很高兴的。毕竟并非所有人都有意投入此道。修业会如何进行？别着急，先跟师姐来，我慢慢跟你说。医师妹，想要学习医术，首要之务便是熟悉各种药草的功效。今天我会带你看看野外有哪些药草，以及如何将它们应用于应急的疗伤。啊，医师妹，你瞧，有人跪在那。受伤的山贼，看他的身貌，应该是个山贼，但他似乎又受了伤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我们先过去找他吧。我可以看千灵的来红去烟，一法听养。哦，帅啊，这招是补血用的。你还好吗？伤长哪？我是小影阁的弟子，精于医术，说不定可以替你医治伤势。你已连站起来力气都没了，还想逞强吗？
把手伸出来，我来替你医治。麻烦了。没有外伤，但气息浑浊沉重，脉象混乱，你受了毒伤所害。山贼听言，只是点头，不再做其他回应。我明白了，你也有不愿启齿的过去吧？我不会勉强你说的，但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医好。伊斯妹，你应该明白状况了，我需要你的协助。这附近空地应能找到不少白灼，麻烦你找山猪过来，我要导致能缓和毒伤的药汤。好 ，OK， 看到了。对了，找药草是一件累人的活，让师姐帮你针灸，替你活络腿部筋骨吧。哦，就是这样，健步如飞，移动格数加一。啊，谢谢。不对，你不用走，你在旁边就好。因为觉得会有事情，可能就会有人来打我们之类的。他是不是一直在中毒啊？森林大哥，你咳血了，医师妹，我们动作得快些，森林大哥只怕要支撑不住了。你们两个，给我退下，他是我的。说话结巴的伤贼，嘿，小陈，竟然会有人愿意救你，你命可真不该绝呢。看来回再接受严刑拷打，便是你的末路。你们该不就是毒害这位大哥的人？我们对，没错，咱们就是毒害他的人。这人想盗走寨里的宝物，是咱们寨的叛徒，对他施毒，倒还是便宜他的人，你说是吧，小五？叛徒就是该捉回寨，好好审问一番。是拷问。没错，拷问。你们就算他是叛徒，下手也必如此狠毒。哼，对叛徒来说，这就是最适合他的下场。你别管其事，把人叫出来。意思呢？哼，想提升走险可以，就来陪你们玩玩。小五，把他们都杀了。这好哦。意思妹，准备交给你应付。还有，你与山贼大哥可都不能死的。我靠！想象受伤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帮他补血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可以。所以那前女站他旁边是对的。相克，好，那是什么？水属性。我是中毒了。我还失手。要么好看，竟然打我！这好厉害了吧？一千年后受伤的三贼阵亡，不会，我不会那么死的。哦，千年师姐蛮强的哦。好像动画做的蛮漂亮的，像水这样子，水之呼吸，还蛮像的。好，赶快回去，我打。走啊！
先帮女主补个血。哦，好帅哦！嗨，叶师妹，太好了，你完成试验了。啊，难不成已经结束了？这就完了？这场试验比我想的还要快呢。试验？怎么回事？我要选哪一个？选这个。总之就是这么回事。你们还想戴面罩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总算可以拆面罩了。啊，抱歉，叶师妹，方才其实是我们。万一如果把你们打死了会怎样？举止风雅的师兄，啊，这种试验的方式大概只有萧姑娘会想得出来，不过倒也挺有趣的，是吧，陈兄弟？啊，那是陈庸犯的，难怪你都不讲话。嘿，这种是要力求真实，才能看出师妹是否具备医者的潜力吗？你怎么啦？你既有武艺，也有人性，实是个医者的料子。既然有心学习医术，那么我便将岐黄九阵传授于你，注意看来。哦，学到了，可以学武功哎！这个传输任务一定要做啊，各位。一针皮皮应天，这便是一把天阳。想死得好，就好好习练。那第二次呢，就自己去藏经阁读吧。睡啦。没想到这次求野消息竟是萧千岭设下的试验，但他一番努力后也顺利通关并习得医术了。那么要学习岐黄九阵第二式，便前往传经阁进行阅读吧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做这个陈庸的追踪贼道 Go Go。 我已查明贼道根据地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走吧。自从咱们抢了扇子后，这几日一直有小伙暗中追查咱们。凡人的差异，等他出现，我定要一刀劈死他。哎，老刘脾气还是这么暴躁。哼，咱们被料到，身上礼服全扒光，你叫我如何不去？俺堂堂贼道在一把手，要杀要剐我可不怕，但衣服被扒光就毫发无伤，这可是奇耻大辱。但咱们也因此利用伪装。倒也没什么不好，你瞧，这不就抢到一把激光扇呢？这伞肯定价值不菲，咱们拿它回寨交差，寨主不止不会怪罪，没准还会分赏金给咱们。好了，咱们动身回寨。喂，你看好那把伞，可别被人抢了。嘿，交给我吧。就是此地。对方有四个人，一姑娘，你看如何？哇，陈庸这次讲话好多哦。我觉得原地等待观察局势比较好。就依你。哦，喂，贼道，把我父亲接过场还来。这几日追踪咱们的人就是你吧？你说那牛名气老头是你父亲？明明学艺不精，却偏要寻衅，咱当然是先杀后抢，有意见吗？可恨，你们这几个贼道，我要替我父亲报仇。哈哈哈，看你那老头一样是学艺不精，这么容易就被暗算。可恶，李姑娘，该出手了。好，赶快过去吧。因为我们先过去，可能换我们被毒阴道吧。你们想做啥？你不是窃听武士人，你们身上的衣着从何而来？你说这护衣，只能怪那家伙运气不好，在不对的时间来到不对的地方。不过那家伙虽然身受重伤，还是趁咱们不注意逃走了。看来窃听巫都不经打，却很会逃啊。得，不必和这两毛头废话。那么尝尝贼道最厉害。说得对，就那么尝尝我偃月大刀的厉害。五夫。天经地义，寒风吹命，中毒，好烂哦，他真的烂透了。贼道首领，火属性，一手蹩脚的凝月刀法，
好，那另外一个嘞？他们都是火土木土，火土木土。有两个土是不是？先转木好了。可是我要怎么？我想一下哦。我如果要弄医术的话，医术的话，我要用哪一个啊？知道吗？血瑶精尾不行啊，我要怎么用医术啊？绑腿吗？不行，不行啊！好，我回去研究一下，怎么样用医术。嗯，走这里。七回合内击败首领哦，并且五副存活。好，那我不可以玩了。不对，那我是不是要先弄那个水属性啊？我靠，这个战阵！我靠！华丽的绑腿，绑腿就加死了。啊，我现在只有绑腿可以配换，哇，糟糕！周身单体，啊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应该可以的。哦，全套是不是？好，我试试看。全套，真的，哇，厉害厉害！不过现在不用补血哦。OK， 全套，好，先记得木属性。木属性土木需要用金才能克。198，好，可以。哦，陈庸啊，不，祝陈庸，呼呼呼，我一个人可没办法，七回合把他干掉。这几个小鬼还真难缠。喂，你找个机会先走，可要保住这把扇。唐小桃，一姑娘，我们捉住他。五夫干得好，五夫。啊，抱歉，头儿，这伞可不保住住啊。啊，我父亲的伞。这伞你拿去，多谢两位侠士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恐怕已独出无意，专念击溃贼道。贼道看见金光伞被抢，无不怒意甚起，所有敌方陷入愤怒了。哇哩嘞！我等一下帮五夫补血啊，我怕被打死啊，我也怕我被打死啊。完蛋了。好，重来好了。我想重，可能会哦，我觉得会。这边对话都一样。看你是窃天物质的，拿的也是机关伞，你是想报仇啊，还是想夺伞？不论你们想干嘛，拦着咱们的路，就是跟贼道在作对。那你们尝尝我颜渊大道的厉害。喂，
迟到，把我附近金矿厂还来。这边都一样。还有，你们两个想抢伞的，也给我拿命了。李姑娘，这兄弟就在气头上，便捡无用，但出手别伤到他了。哦，不会中毒，可是他会打我们。哇你勒勒，好，你要打我们是不是？我真的被他气死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这个，拿伞的是哪一个？左边这个吧。换水。OK， 很好。哦，还蛮帅的。你打我，你竟敢打我！我帮你打贼刀，你竟然打我！OK， 手点挂掉。可恶，我的偃月刀竟然败了。敌方陷入脆弱了。很好。可以啊，这场可以赢了。武夫，不要闹了，武夫。武夫，你这么烂，还敢跟他们抢伞？哦，赢了，谁啊？这伞你拿去。咦，你要还给我？你们不是来抢这柄伞的吗？我对那种机关感兴趣，但无意夺伞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OK， 变我们人了。我那动画花招怎么变那么华丽的？好，很用，打不到。哦，这个打得到吗？打不到，好。好，谢谢。成功夺回激光伞，也击败所有贼盗了。可恶啊！竟被一群小鬼坏了死了。别忘了，你们与贼盗在阶下梁子，往后狭路相逢，可要小心啊！你们都给我留下！别追，让我父亲的仇。他们身中蛊毒，武功已废，此仇就算报了吧？还是你想杀了全无武功自立之人？我不，我父亲若依然在世，他也不会允许我杀人的。OK， 谢过两位恩公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也无法抢回我父亲的伞。你父亲是机关师？是的，他年轻时寻获一张机关伞图纸，没想到竟燃起兴趣，往后的时日都在研究机关伞。父亲虽靠一己之力开发出厉害的机关伞，却始终没能欣赏他的发明。我本想继承他的技艺，但我没有机关方面的天赋，怎么学都学不起来，只好当了武师谋生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道路，别介怀。你父亲死于行侠，也是个令人敬佩的前辈。这，你说个对。陈勇点头示意，转身便走。少侠，请留步。这把机关伞，我想将它送给你。这是你父亲的遗物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向你收下它。你看来也是个机关师，也使伞法，想必能够善用这把伞。我父亲在天之灵，知道他的毕生心血为人善用，一定会很欣慰的。五湖烟雨啊，拿到一个更好的装备了。陈庸仔细翻开这把机关伞，不时露出赞赏的神情。你父亲
是个优秀的机关师。是，这件事我一直都明白。五人像是放下心中的担子，启程回乡了。好。